唐启阳本周星座运势图，大木影艺提供唐启阳星座运势周报。2025年3月3日重要星象，水星停滞中，金星摩羯尾声，天王母羊尾声。本周水星正在停滞中，感受到类似水逆的压力，沟通应避免误会、模棱两可的状况，易产生暧昧，关注弱势、慈善救助等相关事项。金星摩羯尾声，上位者偏向紧缩、施压，让人感受辛苦压力，应努力或翻转来面对。天王母羊尾声，小心意外、冲动决定，对于深藏内心已久的想法，要勇敢去发挥。工作注意，巨蟹、处女、摩羯、双鱼、巨蟹应建立标准作业程序，避免耽误进度。处女避免犀利，处事圆融，听取风象星座的意见。风象星座双子、天秤、水瓶、摩羯抓住机会，有翻转人生的重大事件。双鱼认识有趣的人，应多接受新观念。桃花注意，母羊、金牛、狮子、天秤、母羊避免得失心过重而产生失落。金牛人逢气势旺，事业带动桃花。狮子小心太过自我，使得感情不顺利。天秤桃花多，得要好好去面对。财运注意，双子、射手。双子财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把握机会，努力争取。射手感受金钱压力，开启赚钱计划。健康注意，天蝎、水瓶。天蝎轻忽让健康失控，要痛定思痛。水瓶注意交通方面的问题。阳影圈